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20年4月9号，星期四，农历是3月17。好，下面开始回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Hello。你好。喂。你好。是卢台长吗？是。啊，卢台长你好，弟子向你请安。啊，谢谢。嗯。啊，师父，弟子要忏悔，过去做了很多不如理、不如法的事情。嗯。对不起，师父，对不起，观世音菩萨。忏悔很重要啊，一个人不能不忏悔的。听懂吗？师傅，麻烦你，师傅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我的身体，我是1985年属猴子的。68年属猴子的是吧？嗯。对，68属猴子的。想看什么？你想看什么？帮我看一下我的胃，我的肠胃。我看看啊，68年的猴子。哦，哦，你的胃哦，你的胃有点溃疡哦。嗯，就有点烂，你知道吗？有点烂的，嗯。这个是胃脏病吗？不是啊，从生理上、身体上讲起来，这个病嘛，就是过去说你吃荤的，老接在肠子上啊，不消化呀，便秘呀，你只要便秘好几天，你这个肠子就会烂的，你听得懂吗？嗯，所以为什么人家中医讲一定要大便一定要通畅啊？因为你过去吃肉，它跟你接在肠子上，它会长出来的。你两三天没有啊便秘的话，你接下来马上接下来，你这个肠子跟这个吃的生肉就会粘在一起了。粘在一起的话，它就会把你的好的肠子就弄烂掉，明白了吗？嗯，明白。我已经吃素4年了。吃素4年了是吧？但是这就是肯定是过去的呀。我看你现在肠胃是后面有点烂，不是前面。就是肠子的靠后面，大肠这个地方，明白了吗？当心啊，你的小肠也不好啊。你要真的要当心了。你自己要，第一要保护肠胃，要多吃点香砂养胃丸，第二要自己要消掉自己过去吃活海鲜的一些业障，现在我看还有很多的海鲜在你身上。但是我过去都有吃一点的，但是我过去很少吃啊。我问你，吃一点跟吃多点有什么大的区别啦？你这个理由讲出来，我问你，你小时候不大喜欢吃，但是你10年吃下来，你说是大点还是小点啦？你每一年吃一点点，你10年下来是大点点，不知道啊？像我要加强念往生咒是吗？是啊，要加强念往生咒。那我小房子要还要多少张啊？根据这个事情，你自己好好的。小房子最好，像这种小房子最好念108章。你都不知道，他那些鱼啊，什么东西啊，那些散灵啊，已经影响到你家里了。就是说你的婚姻啊，他都搞你家里的婚姻啊，所以你的婚姻也不好，听得懂吗？对对对。对对对，我跟你说，你别小看呐，这个。小人暴动真厉害的，我不骗你的，鱼虾都可以搞死你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明白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因为过去不知道没有结果。好好的念往生咒，许个愿大一点，比方说我念往生咒啊1000遍或者5000遍，这种叫大愿，明白了吗？好吗？还有啊，你不能。你最好以后连鸡蛋都少吃啊。好，可以。好吧，你这个鸡蛋对你的肠胃也不好。你乳制品可以吃，乳制品，明白了吗？好了。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就是因为我曾经在2018年的做了这个子宫颈癌的手术。你看看我现在的这个身体的癌细胞怎么样的？你直接讲给我听是哪个部位啊？我帮你看一下。子宫颈癌。宫颈，我看一下啊。2018年初的时候看的。不是，你就告诉我你
几几年属什么就好了。几几年、几几年属什么的就告诉我就可以了。六十八年属猴子。六八年属猴。子宫都拿掉了。现在还可以啊，没什么大什么大问题，还可以，没复发。好吧。但是你过去欠过一个男人的债啊，我看到一个男人，过去呀。欠过有一个男人的债，比你长得高很多，你这个人很矮的，过去呀。你这个人很矮的，师傅讲的对不对啦？你个子很矮的。我个子164。我看你很矮哦。我知道，我看你很矮哦，个子164应该蛮高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么矮呀、看着。不是，那你看见我家里的佛台还好吗？一个男的长得比你高很多，至少10公分到15公分。我过去看。过去的有一个男的，不戴眼镜的，长得蛮好的。过去戴眼镜的还？不戴眼镜的，那么针对这个事情，我要怎样？要去下面怎样？要念礼佛吗？是啊，你礼佛，你108遍里边拿点出来嘛就好了呀。108遍，就是针对感情的事情参与。对呀、你把它拿点出来就好了嘛。明白了吗？还有小房子要多少张？小房子先给他要念42张。42张。就是给自己的要几张？对呀、这个男的不是太好。你不可以看到我的佛台吗？我的佛台。他为了你，怎么会脸上流血的？你自己欠情债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好了，对不起。好了。你可以麻烦看一下我现在的声音吗？你现在的什么？我现在的声音，我的先生，再看一下我和我的先生他有没有善缘。他属什么？几几年的？他是67年属羊。67年属羊，我是68年属猴子。哎呦。好好吵吵，你要改毛病了。你这个人脾气也不好啊。是的。他不好，你也不好，你们两个人都是火爆脾气啊，倒霉的。是的，对不起。你不可以这样的，你为了自己的孩子，你也得稍微学点忍耐，好吧？好。你再这样的话，这个家就没了，你不知道啊？你看，师傅看图腾很危险了。听得懂吗？你脾气这么倔，这么讨厌，人家不要你了，人外面找了。对，他外面有小三啊。对呀、你小三了，人家不跟你拜拜了，人家就跟他结婚了，他就不是变老大了。你要记住了，你什么事情要学会忍耐的呀。好，听不住的。你有时你解决改变不了他，你只能改变自己呀。好，没出息的，没有智慧的。好，明白了吗？我一定好好改。好了。明白，我一定好好改。好好改。这件事情，我姐姐咒，多念姐姐咒。好了。好了。我已经许愿了第2波的10000天的姐姐咒了，正在念。好好念，不要倔啊！你一辈子倔的来，命这么苦还不知道啊？是，命很苦，怎么苦的啦？为自己造的呀，为心造的呀，继续念呀，那些经文继续念，念到菩萨感应，听得懂吗？好了，好，再见，谢谢师傅，再见，谢谢师傅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Hello， 师傅是吗？是。Hello，师傅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个亡人，2020年李春燕，你的木子李，木子李，春天的春，燕子的燕，女的是吧？二零二零年，对你的2020年走的，对，李春燕，
你给他念多少张小房子啦？我本身自己跟他念50多张，然后我有戒烟的师兄戒烟的。我看看啊，李春燕，啊，李春燕。啊，他也就是。师傅，我好紧张，我第一次打通你的电话。嗯，他也就在阿修罗。嗯。阿修罗哈。嗯。好，我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还需要多少张？你再给他是不啦？啊，我再念给他多少张？念给他至少87张。87张啊。嗯。哦，他有是不是有放不下的？有啊，很多放不下了。哦、他。他有两件事情最放不下，一个是跟他的、哦、跟他的感情有关系的亲情啊，孩子啊。哦，亲情。嗯，好，应该是我哥哥，他放不下。对呀、啊，你而且他现在告诉我说你哥哥脑子有点小问题的、嗯、脑子啊。对对对。啊。对，所以他是这个他放不下，对对对。啊、师傅。厉害啊。对。对，师傅好厉害。就是我就担心他放不下我哥哥。就是一个这个，所以他上不去呀、啊，他就哦，对，所以他需要87张可以是吗？你再给他试试看吧，你要好叫他放下一点吧。他现在也知道哥哥的前世，他也知道了，嗯。哦，嗯，是什么前世啊？我需要帮我哥哥，我可以帮我哥哥念吗？你帮他，你要帮他念吗？你要做好思想准备，你要背的呀。对了，我就是我有梦过我像背不上咯。对呀、啊，你一背的话嘛，你一背的话嘛，身体就不好了呀。对呀、啊，我曾经师父有帮在我梦里帮我什么解那个带那个业障咯。对呀、啊。你们嘛都是这样的呀、自己嘛去帮自己的家里人，然后嘛师父再来帮你们，师父嘛就是这样。对对对，师父曾经在我才来到我的梦里帮我，因为我真的是背不上。你肯定背不上的、这么大的业怎么背呀、啊？你想想看。你怎么办呢？脑残呢、啊？我又担心我妈妈如放不下，然后又上不去。不会的。你叫他不会哈、啊，叫你跟观世音菩萨说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，让我妈妈某某某放心，我们会慢慢慢慢帮哥哥帮他念的，就这么讲呀。哦，好吗？哦 ，OK， 好，这样我哥哥那里我可以慢慢帮他念是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他需要多少张呢？你哥哥这个不是多少张的问题了，有的念的。几千张的，有的念了，我知道、我知道。几千张，对对。至少3000张，嗯。哦，这么多，啊、我真的是背不动。肯定的呀，你到时候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到时候帮他念到一半，自己就瘫下来了呀，了解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怎么办呢，师傅？没有办法，有些人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呀。你背得了的、OK， 好，你看看看，地藏王菩萨到地狱去救那些恶灵那些恶鬼，地藏王菩萨也只能掉眼泪呀、啊、有时候真的很难救啊，明白了吗？哦，对对，好，我也知道我背不动了，因为2年前我就有梦到我好像没有这个能力帮他背了。对呀、啊，哪有能力呀、啊嗯？没有能力啦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我参加你的法会，然后我又在心里在求菩萨，菩萨好像跟我讲不能背哦，没那个能力啊。你一背，你家里就出事了。嗯、哦，这样哈、啊。好，那我先妈妈那边，我先给她87张。先把妈妈这里超度上去之后、嗯，以后呢，哥哥呢，嗯、你要这么讲的。啊，我没有能力啊，这个观世音菩萨我没能力帮哥哥背，但是我帮他念100张小房子或者50张小房子啊，希望他能够变得好一点。哦 okay、你这样的话就不背了呀，明白了吗？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哦，好的，好的。那我先帮妈妈念先，然后师傅你帮我加持一下，我是63年属兔的女的。加持嘛，你打进电话就有加持。哦，好的，谢谢师傅。好吧，师傅，谢谢。你自己知道了、啊，你一个肩膀现在很酸痛啊，颈椎啊。对对对。啊，对呀、啊，背了是吗？帮你一加持嘛，就知道你哪里出毛病了。
对对，好。好吧。好。嗯。那我师傅，我为什么头一直要晕呢？头晕啊，血上不来啊，颈椎不好啊，听不懂啊。心脏、啊、好的，心脏里的血液上不了脑部，头就晕了呀。嗯。听不懂啊。好好。嗯。好好。好了。嗯，我就是怕这一点，所以师傅你帮我看一下我的业障比例是多少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63年属兔的。还好，业障比例到你倒不高，24啊。24嘛。已经很好了，25以下已经很好了。哦，好的，谢谢师傅。好了。还有好嘞，好嘞。啊，好好，谢谢师傅。嗯。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师傅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再见，师傅，感恩，再见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你好。你好。一直向您请安，谢谢。嗯，师傅想问一下，一个87年属白兔，87年属什么？喂，师傅，哎，87年属什么？87年属兔的，男的？我自己，男的，对。想看什么奖吗？身上有没有灵性？有啊，腰上有啊。哦。腰酸背痛，经常浑身无力。对对对，嗯。是的，是的。哎。听得懂吗？师傅，我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啊？你要念78张啊。嗯。好的，好的。师傅，我在修行上面需要注意些什么呀？多念心经啊！你这个人不开悟啊，很执着，脑子不灵啊，记性不好啊。好的。听得懂吗？感恩师傅。嗯。听得懂。嗯。好的，师傅想看一下，还有一个莲花，我自己的莲花，18763。莲花在，你人蛮老实的。你这个人一命中要被人家骗好几次钱呢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啊，呵呵。嗯、好的。骗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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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骗了。好了。被骗了嘛。嗯。好。好。那师傅可以再看一个莲花吗？讲吧。27449。27449，女的。对。哎呦，这莲花不好哎。这莲花不好啊。嗯、啊。他要注意些什么呀，师傅？修行上面。漏啊，漏功德啊，嘴巴漏功德。哦，嘴巴漏功德。嗯，叫他不要乱讲话呀。哦，不要乱讲话。嗯、好的，好的，可以。嗯，好的，好的。嗯，感恩师傅，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好，叫他关节当心一点。叫他关节。关节。他关节不好。关节。嗯，好啊。好的，好的。好了，好了。他修行上面需要除了这个口嘴巴上面还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注意的吗？其他没有什么，就是要嘴巴不要乱讲话，因为有的时候哪怕渡人讲过头了，他也会有业的。哦，渡人讲过头了，好的，嗯、好的，好吧，好了，好的，好的，再见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你要保护自己，我们喜欢，我们爱你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喂，你好，你好，师傅，哎，请讲，弟子向你请安，请讲，师傅啊，帮忙看一下，1968年羊男的，1968年属羊的，属羊的，啊，想看什么奖吗？看他的鼻子，他的皮肤。我看看啊。哎呦，哎呦，他的皮肤啊，都是因为吃过去吃海鲜呐、啊，现在发出来了。哎呦。对对对。哎呦。以前是几乎是每个皮肤。还有一块一块的呢，皮肤还有一块一块的白的呢。哎。嗯，也是海鲜吗？对呀、啊，鼻子。他鼻窦炎呐、啊，他经常塞住啊，一个鼻子通，一个鼻子不通的。对，他说这个鼻子，他父母亲是没有，但是他的六个兄弟姐妹全部都是，包括下一代也有。看看啊，他父母亲的业杀业抱在孩子身上了。父母亲的杀业。嗯，抱在孩子身上。六个孩子都重。父母亲有杀业，听不懂啊？对，很重。自杀野味，看见了，好啦，野味啊，整天他妈只是去杀生啊！你孩子怎么会不抱啊？哎呀，真的是，听不懂啊！对，他
听得懂吗？师父，那么他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他自己念，帮孩子念啊，有的念了。他自己念，他自己念。嗯。那么师父看一下他念的经文的质量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68年属羊。经文念的还可以，但是这些孩子的业障到了晚年都会报在他身上的。啊，他已经讲过了，他自己跟菩萨讲的，孩子的业障也是他自己要承担，这麻烦了，他死的时候就会很痛苦，所以你们千万要记住，不要这么讲话，说哎呀，孩子的苦让我来受，不能讲的，明白了吗？哈，一讲的话，死的时候会很痛苦的，死也死不掉，气都喘不过来，痛不痛死，明白了吗？哦，像他现在要礼佛要念多少遍啊？可以再跟菩萨求吗？108遍。108遍。哎、嗯，小房子呢？小房子一直念啊，念到死啊要。小房子念到。嗯，每个人都要念到、哦、念到走涅槃为止啊。嗯嗯，听懂吗？嗯，好，师傅帮忙看一下他的业障比例。1968年羊。1968年。羊是吧？对。1968年，属羊的是吧？是的，属羊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27。嗯。27。还算好的啦，27。还算好的。嗯。嗯，现在还是开始休息要比较好一点了。嗯，那当心啊，他过去有邪淫啊。嗯。对对对。嗯，外面有女人。是的，啊，现在老实一点了，嗯，比较老实一点，啊，听得懂了吗？所以你看看师父为什么一看都看得到了，全在他的80田中了，一看图腾全看得到的呀。所以很多人死了之后到了下面，阎王老爷一看就看出来了。那么师父他的邪淫会影响他的老婆女儿吗？会的呀，他的女儿婚姻不会满意的呀。婚姻不会满意 啊念经呀，只有念经呀。哦，好的，明白了吗？啊，明白。之后再看一下他的佛台。他的佛台啊？啊，对。谁的佛台？那个男的？啊，男的，1968年，属羊，男的。观世音菩萨拜的还可以，但是他边上好像有一位神嘛，他供了一位神嘛。嗯。没有，是陶心法门的神仙啊，神仙是心灵法门的全部的菩萨。你问问他有没有他供过财神菩萨，供过不啦？财神菩萨，你去问问看啊。这个抽屉有放，哎，有放，不能放的呀。哦，你放了吗？他就来了呀。嗯，听懂了吗？嗯，听懂啊，好了、嗯、好，感动。如果再帮忙看一下那个1979年属羊，他的婚姻，因为他一直想到不想活了。男的女的啦？女的，对不起，身上有灵性啊，一个女的在拉他呢。哎，哦，这女身上有灵性啊，一个女的像乡下人。嗯，哦，那个鬼像乡下人在拉他呢。乡下人，嗯，再拉他啊。哦，他这样，他因为现在84章不要讲了，84章不想死嘛就念。嗯，听懂了吗？没有理由可以讲的，欠人家的了。嗯，哦，这个男的哦小他很多岁，9岁左右。我不知道干嘛，正在闹离婚。他们男的几岁了？几年了？男的是1988年属龙，女的呢？女的是1979年属羊。嗯，有点危险的，嗯，要离婚了，嗯，业障爆发，听得懂吗？业障爆发啊，叫他赶紧啊，许愿1万遍姐姐咒啊，10000遍姐姐咒，嗯，好，好了好了，礼佛大忏悔文呢？一样，一直要念，两个人都有毛病，过去两个人感情上都有毛病，好了，我讲话、嗯、他自己最清楚了，要保持、嗯。只能忍耐，否则的话就崩了。哦，听懂了吗？哦，听懂了。两个人当中必须有一个人相让，这个事情才能维护，否则的话。他们已经分开住。分开住嘛，就是缘分更不足了呀。
就更难凑合在一起了呀。哦。那么分开了嘛，基本上就缘分要断掉了呀，断掉还会好啊，对不对啊？嗯。好啦。好。好啦。OK， 好。那就这样。感恩师父。嗯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，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